个叫什么、啊？日本那几个明星，足球明星，或者是那个英国的那些。什么东西？反天龙死啊！反天龙死啊！真的反天龙死啊！你的手伸出来给我一下。手啊！动作的手。手。不要动，不要动。这个是琴，是琴吗？这是日吧？爱，是爱，爱的见证。那是哪？那个什么字？啊？什么字？琴呢、啊？女朋友的名字。以前的。分手了吗？分很久了。啊？分很久了、啊。那为什么不交一个吃一个？那我身上吃不完。够。是吗？什么都拍了。哦，然后大便，然后大家给他好塞一下。可以。如果其实要都打给他，就烧。他拔不出来的话，干嘛要照这边呢？哎，我这样拉上来。抽被他拔不出来，你要怎样打给他？是吗？哎，等下放在网络上很倒霉啊！不要乱讲话。什么拔不出来？啊？什么拔不出来？被吃到啊！被插吃到、啊。被人家插拔不出来。对。好差。被头发插到。哦。好难插，不能被人家吃。全部剪掉。安南家专不是，安南新丰高中。为什么不念花农？我不想回去了。啊？转回去了？这样转过来，这跟你说，这样可以吗？没有鞋啊。有鞋了，你问他。我的。有鞋啊，不好。没有干净呢。我在问西瓜是要先看吗？好我还没剪完。这客人真的很烦，这客人真的很烦，这客人真的很烦。你要拿那个，这样比较准。好，不要剪短的，修好吗？德国名字叫什么？啊？在这边，德国名字叫什么？我没有德国名字吗？没有吗？我是一半阿美一半泰鲁格。啊，这么一半？那阿美的人？啊？阿美名字叫什么？我没有，我也没有。你两边都取一个嘛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呢？我一半巴基斯坦，泰鲁格族。那你呢？我一半巴基斯坦，泰鲁格族。那你呢？我一半巴基斯坦，泰鲁格族。德鲁古名叫什么？啊？德鲁古名叫什么？没有。是哪一个？
我打进去了，是哪一个学务处还是教务处？刚刚请进。不行啊，不行！你不需要这样弄。没有，我过来一点点，稍微，稍微。好。再说，这客人真的是太有心法了。再来。一个道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进来。对呀、啊，这边也不能修太短啊。啊，这边就要再修啊，修掉啊。这边这边直一点，直这样。对，真的很厉害。你很有个性。这客人太王了，王八。这客人太王了，王八。这客人太王了，王八。吃泡芙是那边，谁会点？我一个。对。哪有皮？哪有汁？还没有老婆好。哪有皮？哪有汁？还没有老婆好，哪有皮？哪有汁？还没有老婆好，没有汁啊？有啦，哪有？有啊，哪有？有啊，哪有？有啊，有啦。你不会看吧、啊？因为你在走。有啊！等一下，你在走。有啊！等一下，你在走。有啊！等一下。这个拍的，不有形象。真的，每个人在看我近视，怎么有纸？就真的没有纸，怎么讲？这不能再修了，好了再修，因为你这边缺一个洞啊。对啊，为什么缺一个洞啊？为什么缺一个洞？因为太浪漫啦，你刚剪的？没有，真好看，因为头发多，比什么都蛮好看的。痛这边哪里？因为刚刮到啊，流血，有一点流血呢，一点点，但并不会有艾滋病，不好意思。你看后面没有顺。耶、yeah, ！站起来啦！这样吗？耶、yeah, ！这个是出来的，那是出来，真是出来的。可以了啦，你看。可以，真的吗？啊，这边要靠撑棚。这样吗？对呀、啊，撑棚啊，它才会有那种感觉啊。你不叫剪短吗？啊，应该剪啊，因为这长度有在预留啊。要不然你剪的时候就剩下这样子了。我妈说怎么用没有？啊？妈说这个桶不是有碳吗？不是有拉直吗？怎么还有？谁？我妈没有问她爸。这个、啊？对。你说我们拉这边？对，拉四周围这样子，你说志伟讲的，啊？是这样的。发型设计师先自我介绍一下啊？介绍对啊，简单介绍。我叫 Gary， 这边的发型设计师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光临。地点在哪里？地点在嘉湾。你念完整啊？哪个乡？秀林乡嘉湾村，开了今年快三年了。那旁边是，等一下，所以呢，可以值得相信，
就这样，那这位，这位顾客，顾客，你还毛在上面？你的手机吗？是，你先接你。擦一下你头发。喂，本名吗？对，看这边。本名还是？先讲中文名字。本名中文名字，我姓林，双木林，然后国盛。圣人。那是谁？你要先接。没关系。然后现在读哪里？现在休学上班。做什么？做什么？现在在抓啦，种菜啦。中午送便当啊，下午开始搬货。送便当跟搬货。对啊。你好好的生活。暂时的工作。讨生活嘛，用钱。Ending 啊。那我先讲了。这里不错啊，这里剪的那个造型师很长得帅，然后又设计的不错。会露什么？会露毛啊。哪会露耳朵？就是会露技术，对，很有技术。客人说什么他就做到什么，很敬业。对，只是休息时间太长。我就是要预约啊，我就是爱开不开这样。对，唯一的缺点，你看不爽就不开。对，但是还是会开。会开。打电话过来。0927-036-066，找志伟预约剪发 ，OK。打电话过来，0927-036-066，找志伟预约剪发 ，OK。我再问一个问题，你是哪一个族别？啊？哪一个族别？我是巴基斯坦。我是巴基斯坦。我是巴基斯坦，认真啊，快点！我是泰鲁格族了。爸妈都是吗？对。那这一位呢？我是爸爸阿美，那个妈妈是泰鲁格族。爸爸是哪边的阿美？爸爸是我们桃园吧？你是生玉里啊？玉里，桃园。桃园又玉里，你不要在桃园。你是玉里的啦。爸爸是哪边的阿美？爸爸是我们桃园吧？你是生玉里啊？玉里，桃园。桃园又玉里，你不要在桃园。你是玉里的啦。那妈妈是哪里？妈妈是嘉湾这边的本地人。哦，那会回去念书吧？当然，九月复学。那会回去念书吧？当然，九月复学。那会回去念书吧？当然，九月复学。赴花农。No， 台南。为什么到台南呢？那边有足球啊。他们为什么到台南？不想回花农。但这边也搬在台南，是不是？好。有一个叫陈杰的弟弟，还陈生的弟弟在那边的。对，陈生是我同学。陈生？陈生是我同学啊。陈真是谁？歌星吗？陈杰的弟弟、啊、不是，他是同名而已。哦，他是那个泰鲁格那边，富士那边。对，泰鲁格那边，不是富士。你是被他拉过去的、啊？嗯，觉得不想回花农，跟他一起去那边。昨天休息最后一天了。你阿公叫赶快来啊！什么叫休最后一天？阿公，可以啊。他叫赶快来。赶快来。赶快来。你把他一起来，要不要？对啊，这个太……不是，别人只是点的，他那样硬。啊！